来来呀，最近的瓜有点多呀，还都是以亿为单位的。对，皇户见呀，我有种错觉，大伙儿是不是偷偷通货膨胀了，没带着我呢？是好几个亿，正常人每年只能接触到两次这种巨额吧，清明一次，盂兰节一次。哎呀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圣上十年分呐！那给我十几个亿，我不得开心坏了？扫共享单车都扫两辆，骑一辆我牵一辆。怎么做个梦还得那么巨数吗？像你这种起整点都没到的，打开手机一句话就让你回到现实。的绝望了，没句，手慢了，红包已被领完。来来呀，有个开饭馆的人总喜欢把客人剩下的菜留下自己吃，这算是好习惯吗？叔叔呀，其实过得了心里这一关，这也没嘛毛病呀，不浪费。可是有一天他前女友正好去吃饭撞见了，跟他说：“哎呦，这是你开的饭馆呀，怎么还吃客人剩下的菜呢？丢不丢人啊？要是你，你怎么说？”嗨，你敢来我这儿吃饭，谁吃的是剩下的还不一定呢。呆呆呀，你说动物圈里也会有瓜吗？叔叔呀，正所谓众生皆有瓜，不完结不撒花。今年动物界流言蜚语最多的，那得是老家贼呀，夹翘吗？对，你真是夹翘识蛐蛐，确实帅。那你得是夹翘识贝壳，确实棒。哎呀，你真是夹翘识油葱，确实会。那还得说是你夹翘识牛，稳住吧，行吗？这句就别说了，说完了挨处罚。夹翘识自己，确实狠。真的吗？夹翘屁股，确定？没有错。夹翘的对立面，的确。你那么一说，我表示夹翘写情书，确信了。哎，这才叫夹翘站直了，正确。哎，你看我新买这衣服怎么样？夹翘对立面光膀子，的确凉。大冬天穿的确凉。你这脑瓜子的问题是夹翘当大夫，确诊。好嘛，那那么一看，今年动物圈夹翘真是瓜王了，嘛都让他吃了，嘛事儿都干了。但是他这瓜就自己呀，没有别人的事儿啊。叔叔呀，他能有那么些个瓜，靠的不都是另一位吗？哪位？合理。给你讲个笑话吧。行，这笑话一讲我就乐得够呛。星天说的头疼，结果大夫给他开了一盒胃肠胺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想冻死我你就直说，大可不必兜兜转转。